老花一开箱瓶的第23期啊，这是一个一品粉从北京那边买过来的一个，太哇塞了，你看人北京的老板就豪横，给你发个四合院，你整那么大箱子干啥呀？啊，有的花友可能不太理解，其实在北京啊，有时候这些个大箱子不见得比小箱子便宜，哇，包装确实很大，还给了个那种架子，不过箱子还是有点空旷的，哎，淘店的好。接下来呢就是开箱，这个呢是个一品粉啊，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品红，也叫圣诞红，但呢其实也有一品黄啊，有话说有没有一品黑、一品绿啊？这个等你研究出来的吧，现在只有这三种，目前我知道的。好了，接下来咱们开箱，还是一如既往的那种好的一个包装啊，你看到没？有的话问价格，这个价格不到25块钱，23块多钱。哇，包装比较用心，1、2、3、4层保温棉。然后用的气炉袋保护的很好，好，咱们打开以后呢，看到苗形还是比较健康啊，不过叶片还是稍微冻的，有一些个那种感觉，有点受冻的感觉。哇，这个花盆感觉，哎，好有意思啊，是懒人盆吧应该。接下来呢，打开这个胶带，苗形还可以哈，苗形还可以，但是这个就太小了，但是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呢，只能说。在北京那一块来说很有性价比，你像这种东西如果说在江苏那边发过来的话，可能15块钱就办了。好吧，送了一个这种小架子，苗形还行啊，苗形可以的，就是除了有点小，别的没毛病。大家买花哈，你像买任何东西哈，其实都是实体店更便宜，只不过你要的太少，或者是它有一个货源的一个稀缺性。好了，大家看到的呢也就现在目前这个样子了，非常的美观啊，这种这叫奶奶灰是吧，也叫高级灰，反正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呢，很多花友在养花的时候呢，在尤其是在咱们刚收到花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就像我刚才一样打开看一下根系，有的花友说啊，你什么花你都敢这么倒出来看看根，这个没办法，这个你要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给你加肥料，你像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颗粒肥，这个时候它并不缺肥，可能花在买回来花以后第一步就是疯狂的施肥，您不要是吧，至少一个月先不给它任何肥料，然后呢我们打开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肥料，如果有的话，像这种至少要2、3个月都不用施肥。有的话说这么哇塞的吗，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比方说咱们去哪玩了对不对，去哪玩了，人呢是1天3到4顿饭，而植物是1个月3到4顿饭，你有2、3个月不给它吃饭也就2、3天，你比方咱们去哪玩了肯定也得带着一些个面包啊，带着一些干粮和水啊，粮食啊对吧，所以说2、3天不吃当地的饭是一点事没有对吧，先适应环境。植物呢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这只是简单的一理解就行了，大家不要害怕这种打开给你看，因为咱们看看这种是不是原盆实生的呀，像这个的话它就是原盆实生的，虽然说这边的根系没有完全长满，这样的话对我们养护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然后呢下一步呢，有的花友就很着急的去换盆换土，像这种原盆实生的呢，您换一个略大的盆加一些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吧，但是呢你像很多花友在用到这种懒人盆，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大家尽量的呢还是当没有这个的存在，还是当只有这个，该浇水的时候正常的去浇水，水位千万不要接触到这儿，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托盆一样就可以了，浇水的时候还是看盆土，干了就浇，不干不浇，可以找一些个类似于一次性筷子或者竹签插到里面去监测一下盆土的一个干湿。另外呢，一品红，这个一品红也好，一品粉也罢，一品黄也好，这个东西呢它都是不喜欢强光的猛晒，但是光照一定要好一些，你像咱们室内的隔着玻璃的那种光，除了夏天不能暴晒之外，其余季节越晒它长得会越鲜艳。肥料这一块呢大家不要纠结，你可以看到大棚里面也好，就是一些个养花的园艺达人也好，基本上就是1、2种的一个肥料，它不需要很多，你像这种一般养殖基地里面就一种肥料，要么就是奥绿或者其他品牌的一些个缓释肥作为一个底肥，好吧，所以说你不用过于纠结，有的花友总是抱怨我这个花养不好是不是由于这个肥料没给到位，不是的，好吧，一定要get这个点，不要去换土啊，好的花友就抖根换土，你看这个原土，这个原土都已经是泥炭土了，就已经是最哇塞的土了，不用再纠结了。然后呢就是说温度了，一品粉这种呢它不耐冻，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叶子上面呢会有一些个这种变色发黑，这属于很正常，这是它的叶片的一个老化，这种不是它的花，它的花是在里面，这种才是它的花，好吧，这只是它的一个花萼也好，你当成它的一个叶片也好，这不是花，它的花是在里面，当里面开完花以后呢，您就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掐尖的处理，然后呢防止营养过度的浪费，
这样的话它会再度的再长出来开花，好吧？这个粉红色的也好，红色的也好，黄色的不是它的花。说完了它的一个养护呢，咱们最后环节呢要给大家打一些分，说一些个多余的话。打分的话呢，能够给到九十分，很多话说这么小你还给九十分，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你要从多方面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去考虑。最后呢，这盆花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条视频下面去点赞、评论、收藏或者是转发，我会从这个多维度里面我会给大家随机抽选送给大家。这盆我先帮大家养的，明年春天送给大家。我是老花一，养花最专业啊，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了。